双方不是要按场再进来。来，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各位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詹伟明。今天节目要好好来讨论什么是社会企业。今日咱有一个真特别的来宾哦，伊号就是这个 telescope， 还是 telepresence？ 哦，再来一遍，还是 telepresence？ 耶、yeah, ，sorry， 拍死。来准备，来十秒片头，七、六、五、四、三、二、一秒，来片头，来十九秒，好，来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乡亲老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詹伟明。透过今日节目，咱们好讨论这个社会企业到底是啥物物件。今日有一个非常特别来宾，伊是 Telepresence Robot 机器人，代表着行政院所谓这个政委哦，来到咱节目现场，咱邀请到邓宏，你好。哇，咱真正非常无简单，邀请到你哦，爱借着这个 robot 来甲咱大家哦，好好讨论下面就是社会企业啦吼。咱拢知影咧，伫十月哦，你带团去伊索皮亚来参加这个社会企业的世界论坛哦，这层意义是非常的这个真好啦吼。啊，尤其你是少年耍几啊届落去参加，这回这个主题到底是啥物，先甲咱小解一下。所以借着咱台湾的经验咧，到底安那影响到这个社会企业伫个世界论坛，咱的影响力咧，今日台湾大代志，就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OK， 好，安尼咱好，来我们就位，谢谢。高度可以往下降一点吗？可以。好。
正一点。再转30度，右转30度。再转十。OK， 好，很棒。好，谢谢。那你要不要充电？不用。对，充的好了。可是它往下降的话，它会抖得很厉害。他说，他如果再高一点的话，他就不抖的。对，我们接一下，接一下充电。好，谢谢。好，那就这样子哦，这样可以哈。OK， 这样子就这样子。中间两个来宾是不是最高了呢？我来调调看，不好意思，我帮你自己调一下。最高了，来，这个降一点。好，教授，我帮你降一点吧，因为你坐着。好，谢谢。我们现在 OK 了，今天台湾新疆台湾大台是要邀请大家好来参加参悟到这个社会这个好来先准备哦好嘞，另外准备。好嘞，现在准备。来，准备路上。来，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这边呢，先邀请到四位来宾，第一位是咱主持人小戴贵哦，林正英、宋伟、郑伟、邓宏、邓宏不介个观众朋友说一声 hello 一下。第二位，咱邀请到韩曼囡仔基金会创办人，同款嘛是执行董事苏国珍。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渡河接送这个车辆调度主任杨家莹。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中国文化大学不伦系教授彭婉仪。大家好。哇，今日节目真正是非常无同款，这个开场咱邀请到东方的叫 Telepresence Robot 来到咱节目现场啦吼。咱头先嘛讲到，即个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哦，其实有伊的意义所存在啦吼。咱讲咧，对着社会经济，甚至着外交，拢有影响着啦吼。伫咧外交即个赞助，咱会当借用即个实力啦吼。咱社会企业做了真久，诶，真久长即个部分啦吼。对社会，还是讲对这个国际，有啥物影响力？直接调到那个东西，好，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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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讲台湾会当帮助即个国际有真侪种方法吼。咱就要来带大家看讲哦，即回即个世界企业社会论坛哦，伫咧国际即个论坛伫伊索比亚进行，咱是带大家做下来看。社会企业是转型平台企业的群，结合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甲以改善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在企业面对的挑战，面对社会问题，当然冒着对世界下步，有真侪人帮助社会企业，拍拼改善台湾社会问题，甚至出国发表，亲自参加今年节会展，以及欧比亚举行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今年是SEWP 第十一年举办社会企业的论坛，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特别是今年是第一次在发展中的国家来举行。那为什么台湾要特别看重社会企业？主要是因为台湾走过一段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台湾累积了很多我们。由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 （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 今年已经举行第十一届，是世界社会企业交流活动。去年第十届在英国的 Edinburgh， 今年第十一届是澳大利亚的其中国家举办。在个非洲的以及欧亚，拢总有来自六十七个国家，超过1200人到场参加。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暖色再加一点颜色。还有一番。即摆台湾代表团由行政院社会政务委员邓宏做团长，是康乐基金会执行董事苏国珍做副团长，拢总40人到场参加今年活动。台湾代表团40人。利用即个机会，甲咱的经验讲予更加侪人知影，那会当展现。谢谢。一起来讲啊，台湾强调，都有可能变出新的匹波，和无同的国家、无同的利益来合作，更加顺势。台湾代表团有七位社会企业干部，20位现场董事长，其他参加人马克贝陈峰以及欧比亚当地社会企业参加论坛会议讨论。甲各国的社会企业工作人员，分享台湾的故事，马启贤分享经验，以及四项资料，以及欧美采访报道。台湾的故事会当变作是世界的经验，然后赶快咱能够邀请到咱的这个执行长，然后就是过去咱伫咧这个含南边啊、西汉尔这地吼做25年啊，咱这个经验会伫世界相当有诶，还是讲咱是行入真头前的这个国家。其实25年是安那，阮会用这个喜罕儿这个名，来因是一个天公疼戆人一句话，是啊，爸母疼戆囝，因为我本身也是爸母，是哦，所以这个25以来啊，咱一步一脚印安尼踏出去，做烘焙，做面包，啊，目前搁在有这个餐厅。啊，甲冷冻食品即个工厂，哦，一切个拢是为着咱遮个物件要安怎生存伫即个社会内底。嗯。啊，即、這个规模是愈做愈大，啊，全世界那像是汉有即个规模个，目前我是无看到。嗯。吼、哦，啊，有人比是汉有较早，因为是汉有最主要。那是讲为着遮个囡仔，咱主要是予遮个囡仔有工课，是吼、哦。啊，工课对即个工课内底会当去控制，因会计得出来。是啊，较早人讲吼，因这个是资源，所以较消耗是这部分。是。但是阿伯会当变成这个创作者吼。嘿，资源的创作者。是。啊，会当对即、這个对服务的人，变作会当服务社会的人。这对因的生命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改变，一种自我实现，嘿，自我实现，啊，自力更生，是，吼、哦。所以世界上看到咱这个经验，因拢安怎把你批评？哦，因拢讲赞，嘿，一直赞，吼，赞，是。所以咱看到这个经验，对着因来讲，咱讲哦，这个咱是第三步嘛，吼、哦，是，志愿者吼，把这个使命，这个社会这个使命，用着第二步门经销，还是讲这个诶。
手法啦吼，来去做这個第一部门、干部门，伊所做的这個社会改善这個社会问题。我嘛看到这一个手办吼，是啊，加说明啊，就是讲世界上对社会企业来讲呢，伊的定义啊，足侪无共款的所在，是大家国家有国家的定义。嗯嗯。哦，所以我为喜欢而家呢，定出来就是讲。以第三部门的使命做本质，然后以第二部门的经营来作为伊的方法、手法，哦，来解决第一部门的社会。所以这是啊，是他老家对这个社会企业的一个定义。啊，咱嘛做到二十五档，咱讲吼过去就这个做拍。啊，到即阵哦，各开这日本料理餐厅，这厨房啊吼，也是讲好多做这个肉品分类食品啊，做米糕也有啦吼，而且会使互这限制啊，讲咱讲限饭店啊，伊会使做啥物款这自我实现。哦，因伊工作中会当啊，含社会做交流是哦，阮的所有的这个烘焙屋，也是讲餐厅，拢一定开伫这个社区内底。哦，啊，含社区的人会当做完全的交流，是哦，啊，和社区啊会当认识讲，诶，这个囡仔、戆囡仔，伊也当对社会贡献，哦，所以这是双方面、双方面的一个正好的活动。是，啊，咱讲做着第二部门有营销这个本质，也是讲这个手法啦，吼，咱要先从把这个基金会甲推广出去。这嘛是一个这个营销上吼，爱有这个概念，你拢用什么种的方法？其实像讲，最早期啊，阮开这个烘焙屋出来的时，花旗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伊就来访问阮，吼，啊，甲阮赞助，因为这个是一个创新的一个 idea， 所以伊足认同讲，哦，安尔会当。加入常务协会，所以伊迄个资源上有充分的 support， 伊为时汉就发行即个联动卡，到目前爱当使用，所以这是一个 long term 的 partnership， 跨界，cross border， cross border 社会企业嘛是英式的经营，对，英式的概念，头拄仔咱来登红讲。是，所以用是经验，是，咱在用是在推广，有什么在想法？其实照顾喜汉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哦，爱一条漫漫长路，不是讲你照顾一个月、两个月、一当、两当就会当结束的，这是一批搁一批的这个阿姨出来了，你得爱不断这个照顾，所以。最主要是讲，咱会当得到这个资源，伊嘛啊，就爱创造资源出来，啊，即马韩语伊本身就会当做这个代志，创造资源，是，会当自力更生，啊，会当互政府的照顾的力量，是，会当较放轻松，这就是阮的目的。所以咱讲这个社会企业有真侪种赞助啦吼，另外一个这个代表，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多方这个部分啦吼，咱做这个吊车服务做偌久啊？我踮公司已经七年了。七年啊吼，七年来啦吼，咱安尼服务过的这个人数应该是算上千上万啊啦吼，这样子。啊，咱即马开发的吼，就过去咱这个吊车这个服务啦吼，安排这个。障碍者，伊会知另外三个这个服务啦，是讲到即阵还阁有这个旅游这个景点吼，这个障碍者嘛会使踏出这个外环之吼，甚至出国，这个内容恁先来咱消费者，还甲这个社会企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相骂这个所在？公司本身一开始吼，阮头家是政府，是叫徐总副先生，嗯，伊不开始要创立这个公司咧，是因为。厝内底是大，外岛，嘿，啊，你叫车的时阵，要叫政府的富康车辆，一般拢是爱有证件，是，才有法度通去叫。嗯，因为这原因，伊毅然决然辞掉伊原本的工作。是，伊原本是做这个导演，电影做导演的，嘿，啊，家己开始开发。
开这间公司，是，我开始做，就是做接送，服务接送。咱过程中，感觉讲，这厝内要照顾人，甲互照顾的人，拢有一挂压力的，哦，长期照顾，所以阮开发出，会用带厝内人去佚佗，是，即马佚佗的所在有国内、国外服务。国外咱先带观众朋友看啦，塔罗斯嘛，鹿儿岛嘛有啦吼，对，鹿儿岛，泰国，啊，他们代表的青藏，是，我们有看过，嗯，好，这几个所在，用带几条尾啊，到金好啊，放金山，是，曼谷啊，哦，真正哈，对，主要阮是嘛是配合国内吼一挂台北，嗯。家人，新店，政府的一挂旅游，一挂旅游拢在遮啦吼。对。但是咱咧讲吼，这个接送服务尤其咱是服务这个障碍者吼，因为这个需求咱一定要照顾好着。首先，咱伫这个旅游景这个搭讪的时阵，一定要先去勘察过啦吼。对。这个部分你拢做甲真焦有啦。一定要先去调查过。嗯。好，轮椅安怎要安怎行的位，是。吼，有障碍的厕所。嗯，啊，餐厅，这一寡拢爱调查清清楚，是，对。所以咱看到恁，恁接送服务吼，就是嘛是一种社会企业这个本质啦吼。就是讲咱第三部门吼，恁是头一间吼，台湾第一间在面临的这个富康巴士啦吼，会使安尼讲啦吼。就是讲有过去咱看到这个社会问题，就是讲可能这个无证照啦，是拄跋倒的，有这种需求，但是得袂到这个政府。可能爱证件，是讲证照这部分来去认定伊是这个障碍者，但是我就是这个需求，但是政府无法度随时来甲来 cover 掉啦吼，所以恁就用一款的方式，另外产生这种社会需要。经营到今已经七年吼，你感觉着现主持所伫咧发挥头顶啊，就是讲顶这个问题遇到困境有啥物？一寡个就车辆，啊，咱车辆人是法规有认定定啊，是你养车落来，要足久的时间。养车时间啊，对。有当时啊，政府的规定就是，我们富康车辆有一些要验车的时候，它有一些规定嘛，所以就很难判定。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一些政府的现在有虽然有长照的补助，是，等比较或者补助。但是嘛是多搞，对，嗯，使用的人嘛是真侪啦，嗯，对，咱一般派出去车辆已经真侪啊，是、哦，政府的嘛真侪，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就是需求也真侪啦，吼，就是不够用，虽然咱够这个民间的这部分算，咱要改善的在这个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需求也是很侪，头先嘛讲到这个养车这个问题啊，接下来要请教这个咱的这个。来告诉啦吼，其实咱头先讲到，伫个困境头顶哦，这个法律上哦，咱咧讲这个公司法啦吼，还是讲有咧讨论严格这个法律顶顶这个部分哦，先请咱告诉哦，看咱这法律会使安怎改进，会使安怎改革。讲到社会企业的法律观点嘛，我是讲吼，是看先像这个故事，伊是。要包含三地啦，是，即地是一般的公司吼，盈利的公司，伊会使来负起社会的责任，讲是公司的社会责任，啊一块是吼公司型的社会企业，伊在公司法内底吼，会使合规啊，合法啦，啊第三项就是吼非盈利的公那种组织吼，有迄政府的补助啊支持。是，哦，是，在三地。啊，去年吼，公司化小化的时阵吼，有加一项，迄个第一条，第二项吼，加一个所有的公司吼，拢咧负起吼企业的社会责任，打击这个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啊，但是呢，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啊。这个问题就是，公司法缺了一个章节。哦，章节看节哦，是，安尼讲，要好迄一般的公司吼，因为现在的公司法第一条吼，第一行还是规定吼，所有的公司拢是盈利为主的公司，嗯，
公司，意思就是公司是要来赚钱，要来赚钱，你的目标是要来赚钱，你是要来照顾社会跟环境，是。啊，可是阮看这个社会企业，伊的目标是要来解决社会的问题，好像环境的问题，啊，赚钱就是来 support 来支持他。来支持伊个目标，所以说，我讲吼，所有用商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些企业拢是要法律要来法律来会使来给伊解决伊个问题啦。所以这个法律这站出咱等下一部分哦，来好好来讨论。咱先从这大家来看讲，像是社会企业，搁较深的来认捌一解哦。啊，什么这个地哦，咱亲像这个孟加拉啦吼，还是讲咱台湾地，什么咱先来看吼。社会企业这个定义啦吼 ，social enterprise SE 啦吼，兼顾着社会价值，加这个有这个能力吼，当得到这个利益啦吼，这个组织用着商业的模式来解决着社会也是讲环境的问题啦吼。啊，这个经济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来投资社会企业本身哦，解决社会这个问题，唔是哦，吼这个出位人吼，也是讲这个所有者来得到上大这个利益啦吼。啊，帮助政策无当照顾的人啦吼，也是讲这个 NPO 咧，就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啦吼，非营利组织吼，甲帮助这无力协助这个族群啦吼，甲这社会企业用商业创新的这个模式来解决问题，提供这个有社会责任，也是讲促进环境保护这产品或者是服务啦吼，啊为了弱势这个社群创造就业机会啦吼，也是讲替这个弱势，也是讲边缘的这个族群提供产品甲服务，咱就支持几个啊嘞。咱看到叫这个孟加拉乡村银行向这个善车人哦提供无需要抵押这个小额这个贷款吼，也是讲互相对话社会企业来帮助这个看袂到的人伫社会上来徛起。第三来看的落地哦，社会企业。解决到税处这个问题，啊，员工社会福利基金会来专注到这个防烧烫伤这个患者这个部分啦吼。继续，咱来带大家来看讲哦，亲像 Adobe 吼，伫即回差不多有去参加，咱记者甲这人吼做去参加吼，去遐看到这个现象是啥物？伊遐有八成的人是做事人吼，足侪囡仔自细汉伫遐放牛啦吼，甲出去斗三工伫田里做工过，无法度去学校来读册啦吼。规国家捌字的无到一半啦吼，所以嘛有一个社会企业目标，就是要来帮助后一代来捌字啦吼。因为这设计这字卡是教具啊，拢会当学这囡仔做一届来认捌啦吼。其他咱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协会吼，伊是 EWAR 啦吼，伊这 Woman at Risk， 伊是要解决这查某人吼困境的这个组织啦。伊的目标是甲国不只将伫街头徛伫这个非洲妇女哦来斗三工，可以会当离开性工作啦，咱先做回来看。来三分吧。伊是女的，是伫非洲发达的国家，年纪是一百岁啊，平均年龄，现在活到三十岁，年靠一亿，走得起的还是多。其中拢总有八十个民族，三人平均的 GDP 是853块美金，占台湾的3%，算是较落后的头发中国家。伊是女的，只听到一年的发展。两国马上很精神爱改观社会问题。听说伊是鲁比亚有八成人是做事人，做事囡仔从细汉就爱去打工，甲厝内斗三工做田地工活，无法度去学校读册。规个国家八零的人无少一半，社会企业回头铁路的目标就是要来帮助后一代发展。有设计一卡顶顶的教具，互父母甲老师会当提出教囡仔。这个是他们如果到五点的话，要不要有问题的话，该你问一下。到五点分，好，这是 nutritional materials imported from abroad in English or in other languages, but here in Ethiopia there are lack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in local languages, for example in Amharic.是要甲不景气，伫街头徛伫啊，非洲妇女斗相共，互因会当离开性工作，伊互一年，伊成立
艾丽塔、普拉达、霍尼葫芦制作围巾加莲娜未去外国，为了让因帮助葫芦有法度自立，嘛让组织有收入，会当帮助哪一个葫芦。另外一间社会企业 Habita Ambulance 是伊是澳大利亚一间民间救护公司，目前台湾伊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救护车，要用真侪时间才会出现伫因需要的所在。即个人因为安尼未付给病院所来回收。Habita Ambulance 的创办人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成立公司。一开始因为银行无愿意借钱给伊，佮把家己的厝卖掉来买救护车。以前欧弟亚有真侪严重社会问题，因透过社会各种社会企业，希望用公共企业的方式，募集社会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来二十秒。台湾的社会问题可能无像因遐尔严重，不过咱也会当透过因的故事思考，台湾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来十秒，回现场。透过社会运动，八、七、六、五、四、三。伊只细汉阵，伊是欧比亚彩虹步道。伫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头顶诶，咱看到侪即个部分啦吼，咱要继续来带大家看讲即个世界论坛即个小档案是虾米啦吼。咱先带大家看讲，伊即个大型哦国际非政府即个论坛咧，是结合着即领导型诶社会企业哦，甲国际合作模式来推动支持全球社会企业诶发展，来解决即个散车即个问题啦吼，甲环境、企业等等诶即全球性社会问题。啊，第一年咧是2008年哦，伫咧英国 Edinburgh 来头一摆来举行。后摆咧，逐年拢定期来举办。啊，今年咱头先讲着伫非洲的这伊索比亚，头一摆伫咧发展中国家来举办吼。即今年度这个主题是探索过去然后甲未来。啊，咱台湾吼嘛真积极来参加着这个公部门甲私部门这个合作这个形式吼。继续，咱要请教咱的政委啦吼。咱其实安尼看起来，咱讲台湾的这个经验，会当是真够这个世界这个变化嘛吼，互因介交流。啊！伫即回咧，咱伫国际上学着啥物咧？是这里听我说吗？嘿，是即摆话你。国际上咱学着啥物？就是说，这次的国际意义嘛。是。国际意义是啥物？是咱伫即回哦，参加这个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哦，咱头拄有讲着哦。咱台湾的经验会当予世界来做交流，啊，咱这回行出去世界，咱学着啥物咧？学到什么？是。我想一下啊。是。Hello， 哎，一定要记住你，你在新西兰。组织推动吼，共同发挥影响力吼，有一个生态系，这个概念先甲咱了解下无？好，伫有一个网站 si.taiwan.gov.tw， 跟 socialinnovation.taiwan.gov.tw， 这就是甲联合国在西部。
讲无论什么这个形态，吼，咱做一寡这个转型这个部分，吼，嘛是爱达成咱这个优势发展这个目标啦，吼。继续，咱要先来请教咱的这个基金会这个苏国金，咱的这个执行董事啦，吼。其实咱头都有讲到，有一个真感动故事，就是25年前，这个查某囝才14岁时阵，伊唱到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该做是世上只有爸爸好了，吼。迄条歌对伊也是讲是真感动的，吼。咱先回顾这个故事。在1991年，我心脏有问题，所以手术了的一个樱桃，厝里的人带阮祖囝来病院甲看，是啊，看到我倒伫病床病床顶头，是，甲较早的我拢无共款，我较早毋捌倒过病床，啊，所以伊毋知安怎，家己就行到我面头前来，啊，为我唱一条歌。伊唱《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是乖宝。我讲奇怪，伊哪会当甲这个一条歌原底是唱我妈妈听的，啊，甲妈妈改做爸爸。所以像这款的囡仔。有伊个潜能存在，是，咱哪会当甲放弃？就是安尼。伫即个1995年，我含阮太太，就创办即个喜爱的基金会。是，咱讲伫即个高雄出发啦，吼。是。啊，尾仔顶着他对我们讲，就是即个银行来发表即个活动卡啦，吼，嘛是当恁即个理念。咱嘛讲着即个饮食经营即个部分啦，吼。是。不过咱嘛讲转来，吼，就是讲近25年来。你有遇到什么困境吗？还是讲进步？伫个咱虽然讲是要第三部门要替政府哦，第一部门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但是咱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其实政府甲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先进因素啊，对这个红囡仔来讲，拢有足大的帮助。是哦，啊，对资金来讲，也是讲，政府伊。释放出来的所在，场所会当予喜憨儿入去开放白屋，也是餐厅，这阮拢足感心啦，啊，真感动，就是讲社会还是有足温暖的一面，最近有一个就是讲伫个古亭，古亭伊这个捷运的共构内底有一个社会宅，社会宅阮要搬入去。煞拄到当地居民，已经搬入去遐居民，有即个阻碍，所以变作即个过程不断的即个社会问题就慢慢啊出来，所以，阮对即个部分呢，也是爱感谢讲，政府有即个公权力，伊爱执行，爱落实。较会当啊，帮助遮个身心障碍者，会当进一步个好个所在，当搬入去，啊，互因有一个安身立命个所在。所以当初是甲咱讲着，最近哦，水主受着这个打了吼，这个社会，这个交通也无遐尼啊充足啦吼。是。所以政府也是讲，这个社会这个部分会当安怎来帮助，安怎交通嘞？咱各位等到来请教咱这个政委啊吼。就是讲，咱有咧推涉到这个社会企业，甲这个社会交通，可能还佫有一段这个差距啦吼。There is a gap between social enterprise as well as the public or the citizen. So how can we solve it? Yes. So it'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social enterprise is now a common word.Among especially people who are younger, but also increasingly with the elderly people. We have done a survey every year with partnership with
做一寡即个 survey 啦，做一寡研究吼，去推动即个机制啦吼。啊，亲像咱头先嘛讲着蔡英文，其实伫咧 solution 才嘛做一寡即个规划啦吼。咱头先嘛讲着即个 budget 即个预算即个部分嘛，去做推算，上重要就是即个社会沟通即个部分啦吼。过去咧即个邓宏嘛讲着吼，过去即个人数吼，捌即个 social enterprise 社会企业人吼，就即个过去三个人，可能即摆会一万吼。可能搁较提升，可能五个人搁较侪啦吼。啊，其实咱嘛讲着伫经济方面的饮食发展啦吼，啊，袂少企业家意识到这個经济发展需要长时间来照顾着这环境甲社会方面啦吼。刚刚回答着这个问题，就是讲咱这个韩文语啊，拄着这个问题啦吼，社会对话真正是爱有话啦吼。咱要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接送服务啦吼，咱多服务这个部分。好多人讲这个困境需求遐尔侪，但是咱即马搁有推测着。遇到这个困境吼，咱即阵安怎甲这个政府做一下沟通，还是讲甲这个民众吼做一下沟通这部分？一般来讲，就是民众订无政府的车，才来叫阮的车。是啊，做坐久了以后，才来感觉讲，哎，阮参政府的公办的车是有差别的。不管是车辆还是金额，是主要就是讲。因为轿车它是会有分时段的，因为区段不同，可能分三天五天，因为订车无方便，是，无法度临时叫车，对，这是主要的临时叫车是最重要的。有当时我会当排出来就是讲，你我随。因为是大部细人去外岛啊，无可能随叫公班的车一定有车。真早来住。对哦。无可能时间来来对。对，看去载阮公司的时阵，阮有法度就尽量家己来处理，就处理这问题。上下楼梯是大啊，啊无法度上下楼梯，我们是用爬梯机啦。来帮助做服务。是。主要就是。民众其实有一些期待政府的一些可能，这长照的慢慢的能够补助他们的一些政策，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当然会方便，但是还是很宣传上面效果，现在还是不足。所以咱头都有讲到这个第三部门要解决第一部门的问题，第二部门这个私人企业经销的这个本质也是这个手法手段吼，就是经销一块，还佫去甲推散一下吼。咱想要佫带大家来看看吼，即回这个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吼，主办单位是这个英国政府的这个 British Council 啦吼，啊到这个英国政府来合办啦吼，啊英国政府哦这个文化协会其实就是尊重着这个一中这个原则，啊嘛有这个一个风波在，咱先来看一下。社会企业的主办单位是英国政府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 甲英国政府同款，英国文化协会嘛是一个一中环节，甲台湾看作是中国一部分。英国好过去，甲一摆来主办国，伊是欧美来邀请函，咱的国籍甲出发的国家拢是写中国，无用咱假的名。英国台湾社会企业。甲代表团表现出来能力，却是排伫头前，甚至会当甲别国家的社会企业当上台。台湾的社会创新的能量在国际上其实是非常浩大。去年我们72个代表，在整个1200位参与者来讲，算是外籍的是团队人数排名第三，在非英语国家里面是排名第一。所以这一次非常震撼，在国外里面看到台湾社会创新的能量。跟政策还有法规其实是蛮先进。去年我也协助爱尔兰的朋友跟政委还有跟余委员去做对接，去了解台湾的政策的制定还有法规制定的经验。那甲别人斗相共，咱参加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嘛为别个国家学到真侪物件。为了较出名的希望基基金会甲第一社会企业。在台中做社会企业创业培训的甲新名，来自南投的关注民族学院邱志伟，甲伫华联做社区营造的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等等，真济台湾世界友志，拢嘛做过去惠州，有个人甚至已经参加几摆，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帮助咱家己伫台湾经营社会企业。
阮会常常来参加，是因为以前阮毋知影阮咧做诶工作叫做社会企业。阮只是讲去甲米兰看着人咧做，啊，然后过去看纽西兰啦，其他国家咧做，较知影讲咱咧做诶工作叫做社会企业。来遮一部分是讲咱伫学习，吼、哦，啊，学习诶过程当中，咱也会当吸收足侪新诶知识、新诶智慧，吼、哦，所以。甲这套会当搬转去台湾的事，也是足好用的啦。真的很值得，因为就诚如刚刚慧文说的，我那如何让我们的产品跟市场对话，然后来看看大家的产品是哪些，然后扩增我们的视野。那我们每次都会带三四个年轻人一起来，就是增加年轻人的视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在纽西兰，因为他们那边也是毛利族，然后有就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原住民的。就是产业，然后再发展社会企业，就是借鉴到说，哎，原来我们可以运用我们自己在地的产业，看到我们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然后去发展在地的一个社会企业。除了客厅，还有产品粮食的交流。咱第一论坛单位的名嘛是用台湾 Education， 这摆个成功进入会议举办的所在，联合国非洲会议委员会总部。会议期间，逐天拢有真侪来自世界各国的参加者小聚会，想要了解台湾、甲咱社会企业的特色。马来西亚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咱的名字出去，记者去见证，就是欧比亚彩虹步道。用台湾咱的名行出来，继续咱先去宣告咱的正义登峰啦吼。咱要讲到。其实哦，咱受到这个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原则，中这个一中原则吼，因伫这个国际社会实际，咱甲咱阻碍吼，也是讲压制，打用足侪种这个方式啦吼。咱即回去这个部分吼，邀请函是写到这个中国这个部分，无用到咱台湾啦吼。啊，其实咱要搁来请教，就是讲吼 ，Due to PRC's One China Principle, they suppresses us in many ways. What's the breakthrough that Taiwan can help? What's the breakthrough?So there's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this. One is in officially UN convened meetings. For example, in 2017, in a UN convened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n Geneva, the building itself, because it is hosted by the UN, requires somebody entering the building having a passport that is recognized as a UN member. At that time, our usual solution is to send the当方政委伊就讲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像咱讲的这个 telepresence 这个 robot 机器人这个方式哦、啊，来代表这个部分啊。较早过去要入去 UN 这个 building 哦、啊、，UN 这个建筑物内底哦，是爱用这个咱的护照吼，啊，伊用这个 telepresence 这个远端这个技术啊吼，来到现场来表达伊这个 sustainable
就把他们 goals 啦，营销发诶目标发展这个部分啦吼。第二个部分，咱讲着引起这个诶艺术 PR 时阵，因就用着这个 PRC 台湾 province 这个名这个好名这个方式啦吼，来甲因做一寡这个诶、做一寡这个部分的这个解说啦吼。所以用着这两种部分，拢会当用着咱头先讲的 in suppress， 就是压制咱哦打打台湾。咱安怎做一个 breakthrough， 就是做一寡突破啦吼。咱头先嘛讲着这个远端机器人啦吼，咱来看着咱嘛经历这个机器人吼，到底是偌尔这个好用啦吼。伊基本上就是当自由移动革命这个是新的这个装备啦吼，安装着咱头先看到这个 iPad， 甲远端的云端吼，这个遥控这个电脑，就当做成一个是新的会议这个设备设备啦吼，安装一个会当行这个机器人头顶，这个咱讲吼。伫商务，还是讲医疗保障、签证等等这个方面，然后啊应用状况咧，咱讲伫 FDA 当中着医疗机构这个使用吼。但是咱东方，这个咱行政院所谓职位，用着这款方式，就破着咱台湾这个外交上这个困境吼，嘛是一个突破啦吼。所以台湾 can help in many ways， 咱咱入去 UN， 会当用着这个 telepresence robot。去行入去这个国际社会啦。继续，咱要搁再来讨论讨论的时候，讲这个社会企业拄着关这个问题，头拄仔这个教授嘛讲一部分，但是咱要继续讲较深的。头拄仔咱讲的这个公司法第一条，伊所讲的这个公司是以着盈利作为目标啦吼。依照本法的组织甲定义，成立这个社团法人吼，第二十三条咱嘛讲着啦吼，是讲公司负责人爱重视咯执行业务，爱承认这个管理人这个注意的这个义务啦吼。然后，有关着这个公司有损害啦吼，还是讲都要负着这个损害赔偿这个责任，影响是啥嘞？都受着这个公益目的这个公司啦吼，伊若是着是追究因的这个目的欠挂法律的这个正当性这个危险的公司存在这个目的以盈利为主，自然的影响以股东利益上大化为优先的这个考量吼。所以讲，追究股东以外第三人这个利益哦，有可能是认定违反对公司。重视这个义务啦吼，咱继续请教教授啦吼。安怎看讲咱头先嘛讨论着社会企业拄着这个公司化这个问题，也是讲这个无利这个公司化无利这个不利社会企业发展的这个部分嘞。上大个问题是，伊是盈利为目的去做的，所以规则拢是以盈利为目的。去设计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吼，那些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头家，你想要讲经营公司的时阵哦，就拄着困难问题啦。是，那是赚钱的时阵哦，你想要来做要来照顾社会是迄环境目的的时阵哦，可能也股东会不来抗议啊。啊，我投资你的钱哦，那你哪来照顾社会？我赚钱，我唔要回本。所以我们快点。那这个这样的问题从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吼，目前的法律上哦，没有区分，没有区分哦。是。啊，那是有区分的时阵哦，那就可以解决这款问题。社会企业要大喊哦，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是。你是靠政府的补助，你是要哦，或者人家你买你的物件哦，够侪人要来投资你，你才会大喊。所以吼、现在公司法上大问题是几款？一个问题，我讲是洗绿啦。洗绿的意思就是讲吼，有家公司的挂羊头卖狗肉，一公几头，做几头。是。因为现在公司法上没有区分，所以所有的公司，另外公司是社会企业，一公我是社会企业，我做公狗，我公我是社会企业，我做很多形象广告。可是法律上哦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说公司法应该要来处理这款的问题啦，是，至少要要求这款的公司要定期来揭露，做报告，那我们在一起真正是要来探寻目标，还是要来教过下，是，这样市场才有办法长大，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讲社会企业是要长大汉，然后就是讲这个因为现行这公司法无法度。区分这盈利型啊，讲这社会使命型啊，这个公司啦吼，这个法规头顶这个部分啦吼，这个商业规模优势较大型的这公司，有可能就运用着其他方式，就是要赚钱为目的了。
甲社会积极，可能这个消费过这个所在吼，所以这个发头顶过去嘛，这个人类这个创意这个立法头顶爱改变吼，所以咱啊这个发的这个部分啊，当继续去改变吼，真正是对这个社会企业这个运行啊来讲是更加需要的吼，必须要了的吼。继续咱搁先到咱的这个国金，咱的这个这边这个当数了吼。咱安尼咧甲看起来，就是讲社会遇到这个困境，头先咱讲是找出这个问题，咱要讲就是饮食经营这个部分吼。咱看这个社会企业爱愈做愈大，头先咱的这个告诉嘛，讲啊爱让伊生大汉。咱讲，那咱做这个汉民业，喜欢的作为一个品牌，要予这个其他的，就是要有心要做社会企业的这个，咱讲咖啡也好啦吼，这是一种好的这个咖啡。恁的这个店员，你感觉是啥物？我伫遐个基金会内底在训练我的员工的时，我甲因讲四句话：是，哦，你无我有，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连，你连我转，当你无的时，我已经有啊，我一定会比你较早，是，哦，领先你，当你搁有啊，我一定爱比你较优秀。是，吼、哦，你有，你有我有。啊，当你也优秀，甲我以前共款的时，吼、哦，我就爱比你较廉价，吼、，cost down。是。啊，当你也是已经甲我已经共款会当 cost down 的时，你连我就要转，我就爱转去别位，转去别位，吼、哦。所以这四句话拢是讲，咱爱成长的时代，会当领先吧，领先，吼、哦，不断领先。咱搁要请教，头拄仔你讲到这个 cost down， 就是成本爱降低。是。咱要安怎透过成本降低去做着这个社会企业经营这部分？因为到尾啊，你的竞争者会愈来愈多。是。吼、哦，啊，当然咱是乐意看到讲咱的。business model，就是商业规模、商业的模式，模式，会当予增加较侪的这个 NPO， 也是讲社会企业，是，大家来学习，哦，但是到最后的经营，就是讲竞争者愈来愈侪的时，像阮在卖鞋店，啊，较早是时间就一间尔。即马已经是差不多一百间拢在卖月饼，哦，啊，即正经，即正经讲起，对于时安落的影响是足大，是，哦，变作咱的利润一定会分出来，嗯，啊，要 cost down， 当然得爱找讲咱有真侪的即个厂商，哦，会当含咱有溢价，是，哦，啊，咱对溢价来讲，有比其他的即个 NPO 还是 SE。社会企业搁较有即个竞争力，是较会使。哦，所以真正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即个竞争，人讲是即个社会责任呀。是。咱即个成本嘛是爱付的吼。对。是。啊，咱讲即回啊，尤其咱今仔日是即个十二月的年底啊吼。是是是。明年即回就要到啊，咱即摆还推啥物事？啊，即目前推啊同好的是即个年菜。年菜吼。是。啊，因为阮即个第四个工厂是伫台南，啊，台南生产即、這个生鲜美食啊，吼、哦，冷冻的食品是，啊，因为这食品冷冻是用作新的一个技术，会当冷冻到零下40度，哦，所以会当保鲜，吼、哦，伊的风味拢会当烹调的，是，啊，所以阮即届推出来的是讲。新的创意、新的点子、新的产品，吼、哦，是啊，这阮希望讲，这个年节的时，大家拢当享用。真正吼、哦，就是讲这韩版囡仔因所做的这物件，可以做有这个自我实现这个部分啊吼，啊嘛，互这个社会企业会当这个循环啊吼，当因有当这个有利润，爱当来照顾这个社会企业这本质，啊来解决着这个公部门这个社会问题啊，咱就讲着这个第三部门。用着这个书面，啊，用着这个营销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然后来解决第一部门这个来公部门在社会问题，吼，今日非常感谢，秀来宾吼，给咱这个
这 telepresence robot 登峰了哈，当然观众朋友说一下拜拜一下啦哈，拜拜，也非常感谢秀来宾来观众捧场，讨论这个社会企业哈，对台湾来讲真正是非常重要代志，啊，咱台湾经验，咱借着这个世界论坛哈，嘛真正够强势，感谢大家，多谢。